第十页，我们来看看今年就是最火红的这一块 ，ChatGPT 哈，所谓的生成式 AI。那老师呢，您可以看到它这个生成式 AI 全文就是这个 Chat Generative Pre-trained Transformer， 好，也就是说呢，它真的要做所谓的预训练啊，透过训练的方式，然后呢，让它跟你用对话的形态来产生这个内容。那么这个是 OpenAI 在去年十月推出的，所以它现在呢免费的是 3.5 的版本。好 ，GPT 是属于大型语言模型。好，那现在比较新的 GPT-4 这个呢是属于付费的，也就是一个月20块美金，好，大约新台币600块这样子。但是其实说这个 3.5 我们拿来用效果就很不错了。好，不一定一定要用到付费的版本。可是呢，这里有一个可能大家平常比较没有注意到，就是说其实 OpenAI 不只是用在文字的这个生成部分，它还有另外两个领域，第一个就是在影像的部分。所以像最近好、哦、可能大家有听过 Midjourney 啦，对不对？好、哦、像 Bing Image Creator 还有很多其他的，他们都在生成影像。好、哦、所以这个也是它另外一个重点。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语音辨识，好，语音辨识它叫 Whisper， 这个我就用蛮多的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的研习，我们现在不是有录影吗？那我录下来之后，我都会用 AI 生成字幕，因为以往我们用机械式的，包括用 Google 语音，好，或者是像剪映对岸的这种辨识，哈，他们都用机械式翻译。那机械式翻译就是，哎，我讲了这句话，他去帮我对前一句跟后一句再来做第二次的修正。但是用 AI 的话，它是整个语义，就整段语义去做，所以正确率会提高很多。而且呢，我们一般口语化的用机械翻译大概还好，可是你只要遇到专有名词或者中英夹杂，通常效果就会很差，因为通常那个比较不行。那您看一下，在我在这边，好，我把这个打开，有没有？我都有加字幕，这样是不是就方便很多？因为其实当 YouTuber 最痛苦的是上字幕，很无聊又很就是花时间的。那如果我的正确率能够提高的话，我其实修正的时间就相对比较少。那大部分都对，是不是对学习者就比较有帮助？好，所以我就用 AI 帮我去生成这些字幕，这样速度会快很多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跟老师稍微提一下 OpenAI， 它其实不只是只有文字部分，它还有这两个。那你看啊，我们在简报十二页这边你所看到的这些事情就都是在去年完成的。你看发布之后，对不对？很快的，它就达到一亿用户了。这个算是目前所有云端服务里面用户成长速度最快的，然后再来有 GPT-4 的，再来 iOS 的 App、Android 的 App， 甚至写程式，好，然后呢，它开始十月份的时候，哎，又可以把答疑的部分，也就是说，它可以把图片丢进去，让它去看里面是什么，好，那去生成，那这些事情就这样一年就完成了。所以未来世界的改变只会越来越快，好，真的教育现场肯定也会改变很多啊。那所以啊，其实我们蛮建议大家哈，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生活已经改变了，那建议大家你就先从快乐使用开始啦，不用说一定要啊，我要有什么 AI 认证啊，然后哦，从那一种不用不用，先从你觉得哎，生活化的或学业上或老师教学上你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去尝试看看，先尝试了，然后你觉得说哎，它有帮助到你，你就会觉得有信心，你会去再去找网络上也好哦，或者是就是参加研习啊，你就可以再去找更多可以帮助怎么样用得更好的地方。那再来当然像同学他们毕业之前，这个很显然的 AI 的冲击会很大，也就是有些职业会受影响，那也相对会产生一些新的职业。
好，都有。好 ，OK。好，那再来，老师真的要练习用看看，因为你不用，学生也会用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跟他走在一起吧。那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说，其实这些技术都进步很快，但是怎么样让你发挥人的价值啊？不然如果 AI 都可以取代你的，那你当然你就会觉得哇，自己的价值就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这是简单跟大家介绍的。那另外一个名词，可能大家会以后可以说一定会看到的，或现在也很多地方都会看到，叫 AIGC， 也就是人工智慧生成的这些内容，那包括了文字啦、影像、音乐或者影片，好，这些东西都算叫做 AIGC。所以老师，如果说你要找这一方面的应用，你用这个关键字也会找到非常非常多。好，那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，我们要先跟大家介绍，因为刚刚有调查一下，老师有注册 ChatGPT 的，对不对？请问你注册的时候，除了 email， 要不要手机验证？要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？还有没有什么限制？年龄啊，年龄它也有限制。其实它去年刚推出的时候是没有限制年龄，现在就跟那个 Google 啊、Facebook 一样，要13岁以上才可以用。对对对对，所以他会问你生日。哎，好，那但是他还有一个问题哦，我们简报后面有写哦，就是说，因为他有流量的限制嘛，好，所以有时候可能老师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教同学注册账号，同一个教室那么多人同时注册，很多时候不会成功，因为他会认为就是可能是那个机器人在注册，所以还要手机验证，是不是很麻烦？那我们这边推荐大家一个，这个叫做 Chat Everywhere。其实它本身也是什么，也是 ChatGPT， 只是它透过它的界面啊连进来。那第一个，它有官方的中文网站，也就是说你进去就有中文。现在 ChatGPT 的中文叫做实验性的，啊，就是还是测试版就对了。好，那第二个，它不用注册就可以用。所以现在呢，老师，哎，你在比如说老师可能在教室里面，你是用平板。好，或电脑教室，它使用了之后就把资料存在这一台电脑而已，因此我们这边都有还原了，那就还原了，就没有了，它并不会同步。可是它有个好处，你是可以把你的对话透过分享、透过汇出拿出来。好，因为它的同步是属于付费的，那我们就没有用它。可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对话我想要让同学做作业，让他把这个过程给我看，他就可以把这个对话分享出来，所以在我的简报里面，我都会留这些我跟他对话的过程，让老师实际看到那个内容。那第最后呢，他还有什么？有角色提示，或者是角色的扮演，或者提示的范例，啊，有一些基本的，你也可以直接从这边直接选，这样也可以。嗯，那联网的部分他现在取消了，就是把这个部分拿到付费的功能里面去了，因为我们ChatGPT 3.5 就是免费的这个部分啊，它的资料是到哪里？2021年的9月份，也就是你问他比较新的事情，他不知道。那现在包括像 Google 有一个叫 Bard， 对不对？微软的 Bing， 好，这两个都是可以即时查询网络资料的。可是 ChatGPT 即时查询是属于 ChatGPT 4付费的功能，好，所以您可以试着把这里打开。你看这样打开有没有就中文的？有没有感觉到使用界面跟谁一样？是不是跟你用过的 ChatGPT 一模一样？对啊，都一样啊。好，真的真的没有什么不一样啊。左边也是对话，右手边它有多一个，它可以把你比较常用的，假设你都在这台电脑，你常用的提示词可以储存起来，当作是剪贴簿这样子。好，下次是不是可以直接点出来就能够用了？那另外它比较特别的是在下面这里，你看我点下来有没有发现可以用语音输入？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是用载具而是用电脑，那你有麦克风，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用语音输入，告诉他你要用什么语音输入。好，然后呢他还可以选择风格，这个在 ChatGPT 是没有选择。好，你要用 Bing 啊，或者是这个 Google Bard， 他才有这个选择。还有一个，我们常常跟 ChatGPT 在对话的时候，
有些时候他可能会回答我们英文，可能会有简体中文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可以在这边他的对话的语言，你可以告诉他，请你用繁体中文回答我，这样可以减少看到简体字的机会。我们必须讲没有办法完全避免了，好，毕竟简体字的内容比繁体字的内容多很多。好，所以透过这些界面，这样有没有比较方便？等于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比较多，好，不用说一定要在里面跟他讲啊，请跟我用繁体中文回答。好，以前我们可能要用这样讲，但是现在就不用了。OK， 好，那如果您想要再更了解，好，比如说 ChatGPT 4 这个其他的这样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好，包括 Bing 啊、Google Bard， 你都可以直接从下面这个链接来试看看。但是 Bing 的部分它有限制，就是30个对话，也就是说一次的对话里面我跟你来来回回对话30次，好，超过这个他就跟你讲我们换你的话题聊聊吧。好，不然就有可能就是会出现所谓的人工智慧幻觉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后面我们会跟各位提一下。那针对他的这个比较啊，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，基本上来讲就是这些 AI 的部分 ChatGPT 就是到2021年9月，好，如果你用的是免费的，然后呢后面这两个有没有病跟霸都是即时的网络资料查询，那账号的部分他们都比较单纯，好，都比较单纯一点，那而且呢后面这两个也都是免费的，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中文版，好，我们刚刚讲的它是实验性的。还有就是绘画的对出，现在后来 ChatGPT 也终于有绘画的这个对出分享的这个功能，好，但是病的话目前就没有，也就是说你每次查都是不一样的。那至于语音输入的部分啊，就是 ChatGPT 它是有外挂，或者老师如果你用所谓的 APP， 你就直接用手机的麦克风直接跟它做对话就好，好，啊，其他这两个都有。所以你看现在都是这些大头有没有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这里面没有比较对岸的，因为对岸的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还会有一些限制嘛，比较多限制，所以我们还是以西方这些大厂的这些资料为主。好，那老师这样对我们ChatGPT 的一些基本概念是不是都有了？好，